啊，各位同心啊，我们这节课是由我们郭博学郭俊守哈所带来的演讲，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他。大家同心，大家好。啊，这我是第一遍来这讲的，我是前一个礼拜秘书长哦，叫我起来这讲，啊，我嘛接受这个任务。啊，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讲哦，咱依法呢一定执行，依什么法？依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啊，我尾啊会详细讲哦，大家人知是啊，咱根据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呢，咱就一定会执行。来搬一下。这个影片是在讲哦，咱台湾的一直是日本天皇的领土。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stated at a U.S. congressional hearing in May 1951. 这份是那个美国的 CIA 的机密档案出来。啊，咱来看这张。哦，这个在1895年哦，大清帝国的甲日本帝国。为着韩国的来战争，啊，战争了后呢，日本打赢迄个大清帝国，啊，拍输的人，伊就爱签和平条约嘛，啊，签和平条约呢，就签咱即马咱以前吼，迄到五二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内底就讲哦，大家迄个澎湖吼，甲福尔摩沙，以前的迄个咱台湾唔是叫台，叫做福尔摩沙。甲澎湖、甲福尔摩沙的拥有关联好，迄个日本天皇。啊，伫咱的迄个国际条约有一个，恁拢爱有了解，就是讲，那领土要移转的时阵，都一定要有一个条约，就是国际条约。哦，啊，即马就根据的，我下马关条约是因中国讲的，啊，伫日本的叫做迄个四个下关条约。哦，根据这個下关条约，甲咱台湾。哦，这是福尔摩沙甲澎湖拥有关联好，迄个日本天皇。啊，因即卖日本天皇就是讲，咱伊要做着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模范吼，就是要做予人看吼。伊就讲，我一定要甲这個台湾治理好。所以，因的国会就通过，预算，就建设咱台湾。哦，咱台湾呢，伊唔是用殖民地哦，伊就开始进前的老师拢有迄个讲过嘛吼，哦，伊作用心伊是专台湾，拢即拢来迄个，哦，因个即来做建设，啊，佮加人迄个，伫1937年啊，哦，日本，哦，得了日本，哦，迄个明皇化吼，啊，上重要就是迄个1945年的4月7日，哦，日本天皇的。哦，伊个就颁布伊个天皇的迄、那个，天皇的诏书哦，啊，即、這个啊，迄、那个实施落吼，咱的台湾甲澎湖的研究是日本天皇下啊。那经过即个实施落吼，迄、那个中国伊就无法度甲咱并，就无法度甲咱接去啊，因为领土甲殖民地是差足多的，你也看即个钱。在1945年4月7日进前吼，伊是用迄个台湾行卷，哦，因为迄阵是过剩要殖民地，那按过伫迄个日本天皇是对咱台湾是写迄个宪法吼，日本天皇诶迄个宪法了后呢，伊就甲迄个日本钱就摕过来用啊，哦，这就是一个证据之一。我按那看了，殖民地进前就是1945年哦，4月7日日本天皇阿伯迄个颁布诏书的进前，哦，以前的钱就是用迄、那个哦台湾哦台湾银行卷哦，哦啊，伫1945年4月7日开始，哦台湾就变成日本天皇的迄个领土，就咱常讲的万国公法，哦万国公法。哦，因为伊伫咱遮实施个民治宪法，哦，这是足重要诶，哦，大家爱记起来。啊，即摆要介绍讲哦，领土甲殖民地诶差别，
哦，领土就是讲，就是先有主权的义务。哦，啊嘞，过来较有主权的权力。啊，市民地就是先有主权的权力，就是讲，就是迄个管辖权的地方。啊，尾啊较有迄个主权的迄个义务。所以咱啊讲，咱啊搞这个领土跟那个殖民地要分得清楚。那殖民地是会使分割啊，领土领后呢，迄都袂使分割。连迄个联合国的联合国的宪章也冇完的规定领土的完整。哦，所以领土跟殖民地是人因爱分得清楚。啊，这个旗五色旗，这个旗就是迄、那个。中华民国吼创立的国旗啊，啊，这是因的国徽，哦，啊，这是袁世凯第一任的中华民国的总统。你看，因骑中央这支无？哦，这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哦。啊，边啊，这那是海军旗。我、啊、这是以前的中国国民党的迄、那个。党员证，哦，伊这嘛是用五色旗。啊，咱大家看好了，对1945年到即嘛1979年吼，这个时间内台湾发生足大的代志吼。第一呢吼，1945年就是。1945年10月7日嘛，因那个应该是9月7日哦，咱大日本哦向美国投降嘛哦，啊投降了后呢，伊就派这個、哦，那个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呢，就派的迄个派迄个蒋介石过来来接收台湾，伊是接收了，伊毋是占领。啊，伫1945年哦，上重要就是讲，1945年到1949年哦，这个事件就发生哦，228啦哦。啊，尾啊，到迄个上段，到这个汉奸爆发了后呢，为哦，迄个进前伫迄个二九四个大战的时阵呢，哦，伊那个有开一个开罗会议嘛，开罗会议就讲要搞迄个台湾哦，哦，讲要向我建国。啊，不过开罗宣言伊个内底吼。伊在底有得讲哦，讲你也要，即个也要承认吼，恁袂使发动战争。结果伫迄个即个汉奸的时阵呢，中国就派兵嘛，派兵去拍，派兵去韩国遐战争嘛，伊就违反着即个即个开罗宣言啊，所以即个就无效啊。尾仔伊就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这旧金山和平就是咱即摆讲的上重要的，就是咱救咱台湾的下一个国际条约。哇、哦！啊，这有一个时间点，1945年的10月7日，就是中华民国去哦，迄个中国共产党灭掉啊嘛，用这个时间足重要。啊，这个是因。这是迄个流氓政府的迄个党徽，啊个进前的，我无讲因五色旗吼，五色旗确实因的因中华民国的国旗，啊个伊要占领时阵，伊是用迄个因的海军旗，哦，咱来看这张搁较详细，哦，这个就是因的五色旗，啊，这个海军旗。因为当初美国叫蒋介石来代理占领咱台湾的，伊会惊讲哦，伊会把咱台湾吃掉，所以伊无可能可以用这个国旗啊，哦，来这来在这来占领，伊是摕这个海军旗来当作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的迄个国旗，真正的中华民国国旗是五色旗，啊，这是因的国徽，哦，啊，这是，哦，啊，这是因的歌，结果今麦拢把中国国民党的党旗啊，啊，加伊个。介个中国国民党个儿歌啊，当作咱个当作中华民国个儿歌吼，即种为就是无啊，会惊讲哦，互因来真正当占领过，所以就先叫伊暂时用即、這个哦
海军机来代替。我即马要问讲，台湾土地敢是咱台湾人的？哦，即个那咱之前上过课吼，台湾即个土地唔是咱台湾人的，是日本天皇的。啊，为就是伫1945年4月7日，伊就颁布哦，第一面的宪法哦，规实施了，就咱即个领土的，即个变成日本天皇的啊。所以咱从讲啊用感情的啊，还是就本土派，咱讲台湾是咱台湾的。哦，即马你也来上咱课，很需要。这个是影片。无。哦，啊，这人就是讲哦，台湾人的哦，台湾只有立场无是非，啊，台湾只有感情无法律。我讲的法律就是讲哦，咱爱遵守国际法来。哦，咱的领地迄个民主诶，怎么样？伫共和国吼，共和国因的领土的权力伫倒诶，就第一就是伫国会，甲人民诶迄个公投吼，这是共和国，但是你要是帝制，就无共款。帝制伊的领土所有权就是迄、那个，就是天皇，还是女王的。啊，毋过伊阁爱经过因的内阁吼，来通过一个法令，讲会使迄个公投。所以伫即张咧讲的是讲哦，台湾人诶，哦，咱袂使用感情，咱爱用法律诶，哦，用法律。哦，这就是迄个我叫，这就是主张台湾独立诶。啊，你啊讲，从你咱人举一个例啊，从克里米亚吼，克里米亚是乌克兰诶一个港，一个港，一个迄个港口吼，啊。结果，因遐诶俄罗斯诶后代，因就讲哦，因为以前伊就讲要公投独立嘛，按个公投独立过了后诶，结果联合国讲，伊有97%诶迄个公投通过哦，按个通过了后哦，结果联合国煞讲安尼因无承认，啥物因那无承认，因为我刚才讲过啊，是共和国吼，因的领土的主权伫国会甲人民公投，全民的人民公投。结果因这个克里米亚，因无经过国会的同意，因就家己当搞，吼，安尼是无效的。同款的意思吼，咱台湾也要独立吼，哦，咱得爱先经过日本天皇的同意。按过即马大多个拢找唔到人啊，拢找流亡政府啊，拢全讲找袂流亡政府，咁样发大多，哦，迄是唔对。啊！个即马台湾大都已经渐渐咧改变因的观念嘛，即马开始咧找美国啊！你若去网络看，真正拢因咧改变即个观念嘛。因为我拢有伫美国，伫网络 FB 咧，即个铺，哦，因嘛渐渐啊咧接受啊。哦，即拢是感情上的台湾吼，人要行国法律的。即有迄个美国诶，伫1979年吼，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吼。台湾关系法伊内底有写一个 The People on Taiwan， 即 The People on Taiwan， 你也按照翻译过来讲，就是讲住伫台湾诶人啊。所以住伫台湾诶，就包含中国人民甲咱本土台湾人。按个即个 The People on Taiwan 呢，伊主要即个台湾关系法是咧保护中国人民诶。哦，那从个干杯叫咱干杯武器，结果武器拢是咱台湾人迄个缴税钱纳的，哦，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就开告美国，哦，讲你安尼是违法的，啊，美国嘛承认吗？哦，当然会有嘞，可能看。
哦，咱爱保护就是迄个 The People of Taiwan 哦，就是本土台湾人。哦啊，我是台湾人，就是讲，The People of Taiwan 呢，就是确实有这块，哦，会领土，会主权，按个主权主要嘛是日本天皇的。啊，咱尾仔的，咱即马上重要的吼，咱这初级班的上重要的就是讲，请问您刚申请咱台湾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啊，有个人请举手，哦，拢袂少嘛吼，啊，恁拢大概拢有了解啊。嘿，这张诶，后这张就证明咱是本土台湾人。哦，啊，介本土台湾人有诶福利。哦，这个是咧记咧吼，我感觉伫1950年啊，甲1960年吼，伫这个时诶本土台湾人吼，这个日本政府洗脑足严重。我记咧吼。诶，日本时代这50年哦，根本拢是空的啊！伊到底就是无啊，互恁知影咱台湾真正的心诶，迄个什么呀？绅士的地方。啊，所以即马变成日本政府，伊就拢在用仇日的教育哦，在教，加讲哦，讲哦，拢做介绍迄个日本人诶。我伫 F B 诶，就会有诶一挂老师啊，嘛是同款。伊讲我无啊，好日本人来伊个地理，我干嘛要做台湾人？按过诶，咱经了解啊，咱台湾即块土地是日本天皇诶，哦，咱这嘛是爱接受。啊，遮咧讲诶意思来讲哦，咱会像像即个加拿大同款，哦，用迄个英国的联邦制对哇，哦，咱要采联邦制，咱后盖。咱可能阿介拢是同款哦，拢顶面拢是日本天皇，阿加即卖日本哦，加咧台湾联邦制 Commonwealth 的方法，哦，即个家庭是咧讲安尼。哦，即个总理，哦，即个总理伊算着了嘛，伊嘛爱好迄个英国女王来迄个任命安尼，同款哦。或者，这就是咱足重要，这是2006年10月24号，哦，向美国来迄、那个，来向美国诶地方法院来迄、那个来，啊，2009年4月，最高法院诶就判哦，这五条，第一就是咱本土台湾无国籍嘛。哦啊，第二个，哦，咱本土台湾无国籍的政府，啊，第三，咱本土台湾人有人搁是政治的联角中，即、這個、政治联角中吼，即、哦這個、政治联角中我是感觉吼，咱拢有接受到的，从讲我进前阿袂甲台湾民政府的进前哦，拢支持民进党。啊，支持民进党的，哦，像以前是支持社统党，啊，我伫新竹客区咧做工课嘛，我啊，着替伊安尼邮票，还是啊，无就是啊，无着替伊捐钱，啊，捐钱了嘛，尾啊选无到嘛，吼，这选无到，真正着讲啊，妈呀，咱台湾真正要互阿强啊，要互马英救伊啊，吼，啊，这着是政治的联合，尾啊换迄个支持插迄个蔡英文，蔡英文同款还捐一只猪啊。每样嘛是无效，哦，啊，这全部地位拢是在，感觉拢会，哦，是足艰苦的。安哥，你啊，迄、那个基本咱台湾民政府，你着知影吼，因民进党拢是体制内无法度解决啦，无法度解决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就一定爱行咱这条路，哦，这条是唯一的咱救咱台湾的这的路。哦啊，第四个，美国的行政单位爱合作咱的，哦，就是咱即马的台湾民政府。啊，第五哦，迄、那个法官哦，就知影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了解的美国的，美国是咱台湾的迄个军事占领国，哦，这主要占领全国对吧？
除了咱个别国家后，就引起足大足大的变化哦。哦，安那引起足大的变化，即我想哦，前一个方呢，迄可能就是吼，美国欧一个库拉河马研究条，我签未了后呢，就是已经国共和解了嘛。啊，国共和解的意思就是安怎，已经无要战争啊。那无要战争的时阵，美国就安讲哦，哦，恁的任务已经结束啊，恁会当对中国的金门马祖。啊，中国可以找一个岛给因，叫做平潭岛。啊，所以那个话，迄阵卖叫我王辉勇有够欢喜哦。迄阵陈玉林买过也是派做做建厂，我派个人有够严的，个人开高速公路哦，到迄个刚安尼刚回赛了，按个咧。胡茂诶，胡茂伊得伊得知影状况啊，胡茂伊得帮我清清菜菜啊，哦，安哥已经上班啦，伊签未吼，就是准备因已经要走啊，要对中国啊。哦，迄阵签未时阵呢，哦，迄个第七舰队伊得来咱台湾啊哦。这是 CIA， background to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The US entered the Pacific War. 这主要是讲哦，这是太平洋战区，咱台湾是太平洋战区。All military attacks against the four. 并不攻克啦，因是代替美国的民军呢来占领咱台湾的。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conqueror. 这是 CIA 的公布，恁伫 YouTube 会当了这个影片来看。哦，所以咱台湾呢，即卖又原个是美国占领中。哦啊，美国会根据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来签署来占领咱这样台湾。不过恁有发现一件代志，讲美国要几摆来占领吼，结果伊认为讲看无半个本土台湾人，是安怎？因为咱即马所大部分所客的拢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所以咱即马咱也上课上了吼，请各位同事们赶紧讲予咱所有的台湾人知影，来申请台湾身份证。哦，何必讲的有理有讲哦，我要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来清除占领，啊不，伊认为讲无半个啊。啊！无即马，即马有台新的新闻，只有两万多人尔。啊！美国迄阵和咱讲的是讲爱41万啊，哦啊！所以咱也上课了的哦，啊！甲赶紧讲予迄个咱本土台湾人知影。啊！申请台湾身份证，你拢知影，拢有足侪的迄个福利。啊！根本这美军已经入来啊，哦，有介侪东西拢有看到。哦，先从讲我是屏东人，从我阿兄，伊拢看到迄屏东遐有一个屏东机场，拢有看到美军的特种军队，哦，已经有入来啊。Mr. Denning of the Foreign Office. 这主要是讲哦，日本政府哦，因是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未使就地合法。这是迄个国际战争法。He stated that should a refugee Chinese government or a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be set up in Taiwan, it is not in Chinese territory.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ould simply appoint a British consulate in Danshui as an offic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His own opinions were that any Chi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in Taiwan would be in a very ambiguous position and would present difficult problems to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to the United Nations. 阿姐啊，这张就是在讲哦，咱进前，咱在迄个1946年1月12号进前，拢是哦大日本的臣民。啊，是啊，那变成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就是因这个行政命令。啊，这个行政命令吼，伊安尼做的是违法的，因为
伊是代理占领尔，哦，代理占领伊袂使改人的迄个国籍。当初伊安尼发布的时阵吼，英国拢嘛有咧抗议，啊，美国嘛是有咧抗议，啊，结果蒋介石就派人去找迄个麦克阿瑟讲，因为安尼我先暂时改，即下咱本土的是大日本臣民吼，先甲改成迄个中华民国的国民，我安尼较好管理，所以麦克阿瑟可能嘛，即嘛同意安尼做。啊，安尼就变成吼，咱即马生活伫政治的迄个政治的联合中。所以你，咱之前咱咧听秘书长咧，拢有讲问一句话讲，啊，你咩是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啊，有诶，介侪人讲，我摕一张啊，啊，你也讲哦，你啊。等你去店面看，你也看好清楚，伊则是迄落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哦。哦，你要安尼无法度证明是本土台湾人，爱摕咱一张哦，咱台湾政府哦，台湾政府身份证。哦，这种是行政命令。啊，美国伊若亲自占领吼了后呢，伊。因为我有啥物，那要来告美国，因为伊要按照迄个国际法来，啊，按照国际法来的，哦，第一呢是宣战，然后呢成立军事政府，成立了后呢，诶，军事占领，然后佫成立一个，喏，人民政府，就是民政府，就是咱即马的民政府，啊，民政府尾啊，迄个。占领国的军政府，伊也感觉讲，恁即马内底即占领的区域已经安定啊，伊就予你正式成立一个政府，啊，就结束军事占领，啊，伊就会迄个撤军了后，就正式一个主权国家。哦，即啊，按照阮的国际也是爱安尼行。啊，毋过呢，流氓政府呢，美国煞予即个流氓政府继续留伫咱台湾。哦，伊就留伫咱台湾，伊就伫迄个伊去买时阵，伊有一个叫警备总部，哦，警备总部军管区，即个就是军政府啊。啊，佫一个迄、那个哦，行政公署长，有一个行政公署长官，迄就是民政府。哦，啊，即拢是因咧做，即拢是有国际化嘞。哦，啊，尾仔咱就直接哦，互因改国籍哩啊。哦，咱就变成另外诶政治嚟噶，所以咱即马教大家拢搁都停伫遮哩。哦，啊，咱即马就是咱美国也清楚占领诶时阵，就先去咱台湾民政府。哦，咱台湾民政府就开始行这条路。哦啊，哦对，遮就开始，哦美国来清楚占领，啊先去咱台湾民政府。我这美国呢，已经予咱台湾民政府来发这个USMG TCG 的车牌啊。哦，恁有伫电视呢，拢有看到。啊，毋过伊拢嘛有讲解释啊。USMG 就是哦，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啊 TCG 就是迄个台湾民政府。啊，恁若上过考了的 A 人吼，啊上过初级班啊，还是隔壁班的，恁就爱找哦，恁州的军的军校哦，去啊。伊啊，去啊，登记，伊拢有，啊，我嘛有啊，吼，啊，我挂已经挂头都要一冬啊，啊，警察拢唔敢甲咱就找麻烦，因为咱是美国所承认一个台湾民政府。哦，咱的新闻前只弄是 USMG 哦 ，TCG 哦，这是美国哦的国土安全局做的。我来看，个军政府、甲民政府以伊拉克的模式的这来看，我嘛是同款，这当初解释过啊，哦，算是。啊，美国会先清楚来占领，哦，啊，成立一个军政府，军政府了后呢，哦，啊，伊就会成立一个民政府安尼。哦，伊拉克冇一个，伊个伊拉克的民政府，就是像咱安尼。
这是黄伟腾拄仔讲过啊。啊，美国伊亲自来占领是根据什么一个法律的？根据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美国的是主要占领全国，伊有权的来占领咱这样台湾。啊，因为美国伊即马，咱若过美国了后，伊即马嘛开始咧做这件代志啊。咱个伫媒体，咱可能拢无可能看，无可能看会到，所以阮就会找一寡资料，吼、哦、来看看看美国看有会进行这个代志无？吼、哦，即马这是迄个北美华人区吼，伊即马咧拢开始咧招哦征兵了对吧？啊，征兵哦，第十月一哦，美国紧急征兵。第十月一号的外国人哦，可直接加入美国国籍，伊用这个诶福利啊，你也来征兵起来，你就变成美国人啊。哦，啊，这几个征兵咧面谈，我讲嘛，我想，哦，你非绿卡，你也来这边哦，你就按直接跳过，就有绿卡诶永久居留权，哦，伊有安尼诶福利。哦，啊，另外，伊要招诶人哦，伊拢足重视伊哦，伊要有中文诶，哦，中文哦，意思就讲哦，伊即马就是要征兵，主要可能要指东南亚家哦。那快捷呀！高雄美国学校欢庆建校二十五周年，同时举行新建校舍动土典礼，地点其实就是原本借用胜利国小旧校区的用地。是否透过合法租赁程序将旧校园重新活化善用，原址新建新校舍？在隆隆的鼓声中，高雄美国学校新校舍破土开工。市长陈菊 AIT 高雄分署长欧介、各位贵宾、美国学校共同完成中古味十足的动土仪式。新的校舍完工以后，那可以提供在高雄所有的学生从幼稚园到高中，幼稚园啊到高中哦学习的。是的一个非常好的校园，旧校园活化善用的新校舍预定2016年完工，除了设备更新颖，也将成为台湾第一个绿建筑最高等级认可的学校。新唐人亚电视李娟农叶子芬从高雄报道。哦，对这个影片咱看出哦，咱即马咱台湾的所有学校拢有诶私立诶拢跟要收起啊，啊像咱这美国诶学校那搁咧扩大，哦啊。而且，因个对幼稚园啊到高中，迄就是表示吼，因美国个眷属拢要过来啊，吼，啊，就是因为咱过美国了后，伊经过旧金山和平条约，伊今年会亲自来了见完咱台湾，吼，啊，伊就请所有个眷属即会过来，啊，就去这美国学校。啊，看这影片。美国在台协会预计在2014年就要搬到台北内湖的新家了，而这栋新馆是各国在台湾盖的第一间代表处，造价高达新台币63亿。不过虽然不是最贵的，但是主打的是绿能建筑，而且 AIT 的发言人说，为了安全的考量，所以工人一半是台湾人，而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施工，这是特别由美国工人来台湾施工。一看到媒体接近，工作人员立刻提高警戒，拿起了相机。这看起来非比寻常的工地，这不是 AI， 这讲被阿盖是 AI 提成，但实际上是美国的亚洲军事指挥中心哦。美国在台协会正在盖新大楼，不但工地戒备森严，甚至连部分工人都从美国空运来台。这工人一般是美国人，可是一般是本地人，所以多半的。盖楼真的是本地人，那个从美国来的是做特别的。一半嘛，一半，人。那个安全的那样的部分。啊，咱去看一个，是咱军机的，咱啊直接去比咱台北的迄个松山机场，因为咱台湾是伊原个是美国占领中，伊靠这个权力的。我一般是在安尼。军事迷为之疯狂。
美国空军专机队的啦，哈、嗯，他那个他们737这个飞机啊，通常就是周边有那种议员要来台湾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会出这种专机任务，机就乖乖地待在松山军机场。按照过去的规定，美国军机是不会在非邦交国的地方过夜，而这几年逐渐松绑。过去的话来讲啊，就是那个飞机飞来，然后人放下去以后，对不对？他飞机就会飞到。这不是松绑啊，是咱今嘛台湾这个念头，因为个是美国占领地。美国军机是在晚间两点左右飞离台湾土地。美国军机是在晚间两点左右飞离台湾土地。哦，这样，即马只讲所有嘞哦，拢有介济现象，拢美国已经偷偷啊咧入来，只讲伊要公开啊。因为哦，伊咱台湾国际地政生活是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伊会甲所有的哦美国、日本哦啊甲即处理了好个，伊较会适当个时阵来宣布。啊，我无讲通拄啊讲哦，啊那美国占领。咱可能暂时会双政府啊，就是讲会先甲流氓政府吼，甲、哦、咱台湾人民政府会先双政府，啊，互因两年的时间，互因做决定，吼、哦、啊，因若要留落来，变成是咱台湾的居民，哦，居民就因所有的权利都拢无，伊的福利这都拢无啊，啊，伊也无啊，伊就对迄个中国的金门、马祖、甲平潭岛，吼、哦、啊，即卖你啊，因即卖拢为虾米海峡号吼？啊，用足大只，会咱载车，我会咱载330只，啊，放影片。全新的利纳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根据业者计算，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所以哦，足因顺行哦。我这是因的车票。大家看因平潭岛的建设，这平潭岛的建设哦，拢是咱台商的钱要咧建设啊。台湾最近的福建省平潭岛，在大陆中央选定，所以让阿郭金呢，郭金哦，郭金九人和4000人来使用，啊，郭金可能带我们进入来执行。而船型是听讲，必须要讲咱浙江搞顺时等一个方便。未来也将投入将近70亿台币建设全岛光纤网络、3G 无线覆盖，这种离岸台商的钱，伊要来在建设。要打造平台商的钱，等于打咱台湾的银行借的新平台。汽笛长鸣，利纳轮捷缆试航，缓缓驶向海峡的另一头台北。继开通福建平潭、台中航线后，两岸大渡轮时代再添胜利军。海峡加它另一头，就一瞬间啊！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作为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平潭不论直航台中或是台北，最快只要2.5小时。货物运输长三角、珠三角更是一天搞定。已经有眼明手快的企业大张旗鼓，砸下336亿台币投资打造科技。咱台湾民政府哦，为咱美国来占领这个期间呢。咱是吼为唔免选举的一个政府，是安怎？为咱即马即个的选举吼，拢是中国国民党设计的一个假的民诶假民主。你安怎选，绝对是属于迄个是迄个是选输伊的啊。所以咱即马伫即个军政的期间呢，咱。但要吼先，予咱本土台湾人个受吼正常个教育，吼民主个教育，民主个教育，啊加正式个诶迄个历史，吼、哦、那经过20年加30年了后个，吼、哦，予咱台湾本土台湾知讲，诶、欸，这张选票是神圣个，了后咱开来实施咱个民主安尼，哦，伫即个20到30年，诶、欸，咱暂时会袂诶，就是无选举个对啊。哦啊，即马就是赶紧吼，赶紧来迄、那个，赶紧叫本土台湾人诶，哦来迄、那个来申请，哦来申请台湾身份证，
哦，啊，第二个来就像你安尼，即来遮来受训，受训了后，哦，初级班、高级班，啊，尾啊给发你点招，发你点招了后，还有一个职权训练，哦，安尼等咱家己咱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哦。啊，咱来看一个影片，哦，看日本政府的警察，哦，来砸咱的迄个车，啊，看咱进前的诶，即马即个。这个叶驻美代表，我安怎教伊个警察的应对，我请帮。对啦，啊，我就甲你讲，你有恁的，你有恁的讲法，我嘛有我的讲法。啊，就甲你讲，拢是政府嘛。你即马你讲，你伫口口声讲，你叫做台湾的中华民国。啊，就甲你讲，中华民国都不存在啊！你敢那讲？没有，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啊，你跟你讲中华民国都无去啊！你家己去上网去查啦。就跟你讲，中华民国没有了，你然后呢？然后你那个，我问你哈，你们现在的红单子上面还有中华民国吗？你即马开的红单顶头，敢够有中华民国这个字眼？它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好啦，我你一直甲讲中华民国，我问你讲中华民国还存在吗？你唔知台湾民政府，也许算了。我都跟你讲，台湾民政府在这里面，车子叶柱美，叶柱美，叶柱美代表叶车，我跟你讲，我白白啊，白啊白白啊，嗯，我都无肯要，要来凹安呢，啊，警察得啊，站了。我是怎样说啦？你看，这个已经讲安呢，你有看无？啊，这个折损啊，号牌的折损啊。啊对啊，折损你无你开折损的单嘛？无啊，你这嘛规定悬挂啊，你这嘛无电话。啊，我今天，我稍等嘞，稍等嘞。我今日已经去，我即今日再去监理所去验嘛，你啊，这是监理所，我有去验哦。啊，就是无过嘛，对不？啊，无过原因是因为一车牌两地悬挂嘛。我今日没有违法，我们今天是照我们的中央。违规就违规，你没有违。啊，无要紧，啊你开单嘛，你若认为我违规，你甲我开单无要紧嘛。违反你的中华民国的规，你去开单子没有关系嘛。对啊，这个他也跟你。你认为讲你中华民国是个政府，台湾民政府也是政府呢？我们今天没有违法，也没超速，什么都没有。没有，问题是你悬挂的位置。啊，你开单子嘛？我也单店面那么小，中华民国。开单子，你开单出来啊？那这正常，国家应该讲小中华民国啊。有安装了我们先。驾照呢？嗯，我那张的是驾照。一定就是驾照。按照。好啦，你按照你给他开单，你给他开单。你的驾照也不是。我知啦，你就给他开单嘛。你的驾照就是咱台湾身份证，台湾政府身份证，迄个就是咱的驾照。是不是？这张叫做驾照。今天叫做今嘛你那，如果按照你的说法，这是台湾政的什么身份证？这也不是驾驶执照。那个就是我们的驾驶执照。那是 你可以求证啊。对啦，啊，我就跟你讲，你有恁的讲法，我有我的讲法，啊，不你红单撒出来，顶头中华民国。有啊无？你讲伊是哪讲？根据中华民国什么物件？你是倒一国？哎呦，卖多啊讲诶！我知啦，我没有违法，你可以开单子。即马你会使开单，保证我接受。有人顶死啊！啊好嘛，你开单嘛。我即马甲你讲，你会使开单嘛？我收嘛，我来罚款嘛。对啦，我即马我意思是跟你说明一下。啊，你就开单子，我没有叫你不要开单子啊。哎，拄啊，连个甲我讲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都甲你讲无去啊！你讲咧中华民国，你即马红单撒出来，顶头的中华民国，我头早互你做椅啊坐啊。上面不会写中华民国，上面是。啊，无你刚才这么喂，你刚为什么一下车你就说你中华民国？恁顶头有写中华民国无？你卖，我跟你即马迄一万路长，你新政院，迄中华民国，我即马拢跟无去啊，哎呀。拢根本无去。对了，我这边行政院、教育部啊，那边这边土地主人，法院拢根本无去。台湾民政府是这个土地主人啊！你上好用无线电问你的主管，讲台湾民政府到底是啥物单位啦？问伊主管，因就知影啦，因知影。这咱的台湾身份证，这人当作驾照，啊，这是行照。
请问你这有申请红牌的人举手好无？我以前姓方，哎，红牌，哦，两个，三个，免惊，你也怪，会当宣传，足好个，足好，足好宣传。我来讲，你若讲我不为依规定悬挂或是怎么样，就开单开单就好啊嘛。伊个是新日，我加个农历。对啊，啊，不过这个新历是全世界拢在用的啊，是讲伊共共放中华民国啊。对，伊个是下卡，啊，个伊顶面标题伊无写中华民国。嗯。嗯，对，什么？是什么物件？哦，那是恁唔知啊，尔啦。我是跟你讲，你也在上面看，还刚刚有，无啦，啊，你对啦，我没有叫你不要开单子啊。我没有一定要跟你开单子。啊，不，你去买。啊，说明我现在要怎么办？我先跟你查核一下。啊，好啊，你查核啊。对啊。OK。我已经袂歹啊！我今日过中华民国的行照，电话民国阿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那安尼行照就把咱抓起啦。阿哥吼，因拢对咱无法度，因可能电视嘛甲因讲啊。再去做这个动作，哎呦，你慢慢呢。我今日就是验车，对咱拢无法度，我已经知影。咱台湾民政府的是美国所申请一个政府。啊，我就跟你讲，我的驾照，台湾民政府的驾照就是那张身份证，你听无晓啦？就跟你讲，无同的政府。啊，你跟我讲台湾民政府，你讲你中华民国，啊，结果你即马跟我讲中华民国，你嘛唔敢讲。就跟你讲中华民国无。你还要上网络的吼？你迄个上迄个 AIT 来看台湾关系法，还写足清楚。已经甲中华民国这个在1979年就无承认啊。就对这个世界消失去啊！你讲是啊，嗯。哎，你着看823炮战的，这着了解，伊拢真敢炸金。金门妈祖，伊唔敢加开大炸到咱台湾，伊也炸到咱台湾，就等于甲美国来宣战啊咧，所以伊唔敢，因为金门妈祖就敢是中国的领土啦，台湾又原阁是美国占领中啊。恁的主管无甲恁讲清楚啦。哦，你唔知要安收煞咧？我那毋是头一届啦，这已经做一摆啊啦。我是合法的，我不是非法的。我的东西你是没给我买的。我警察车，他现在要来录影起来，要来拍起来。编辑又讲伊有摄影啊，迄应该有啊吼。因为可能他用无线电有放音珠歌啦，讲这你唔要插啊。哦了，所以后一个，所以对这个影片吼，咱阿咧甲咱。一寡阿明唔知影台湾民间会用这个影片来宣传是足好诶，因为咱本土台湾人受中国国民党吼，即流氓政府吼，228白色恐怖诶，已经讲大家惊到啊！我当初要入来，我是伫网络看到诶，我看咱台湾民间啊，加入来进前嘛是惊惊。
路啊大，无你啊你啊会晓上网路的哦，迄店的迄都拢有在看啊，免钱的啊。没了哦，嘛是上好的方法。哎呦，嗯，用这给人看哦，咱就知影讲咱台湾有是真的哦啊，家己是唔免惊啦，伊为已经要走啊啦，已经无心哦来迄个第一台湾啊，啊无。像那迄个台独案，迄个本土派啊，迄个抗议，那拢去人讲，啊，咱伊即拢唔敢哦，因为吼，咱即马是隔壁国，啊，要处理流氓政府的人，拢是美国来处理，咱台湾民政府都唔免出面，哦，这就是咱台湾民政府上好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啦，啊，找美国就好啊，哦。我即马是咧讲哦，迄流氓政府打伫咧咱台湾，迄种拢是一空梦啊！哦，开始恶梦会开始啊！啊，这是哦，迄、那个两粒关注炸弹炸的，就是咱开始啊！来放一下。真正关注炸弹炸的。是早日本，然后死了十万人。按讲咧，对咱台湾人来讲咧，伫战地的连隔个七十年啊，看啥人较痛苦。Japanese Imperial Forces， 这是1945年九月七日投降，麦克阿瑟咧宣布，伊一个重点哦。哦，伊是代表。哦，重返国是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这两个爱国人签册。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to sig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at the places indicated. On behalf of Emperor Hirohito, Foreign Minister Mamoru Shigemitsu signed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日本天皇，而且跟日本政府。七十军。我就在中国人民国呀，搭乘了四十几艘美军舰艇，驶进了基隆港。中国人民因是经过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过来。对年轻的台湾青年陈崇光来说，这批跨海来台的部队，几乎是他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像讲有时讲，哦，这个佩诺阿伯就穿草鞋啊，哎，那你要听这些讲。用锁啊，绑绑咧，啊用笨蛋的打，啊真侪人拢派火山啦，啊，哎些火山。你要问长辈人，因为问家人，应该是讲较知影。火山无清洁，落来在整队啦，在行动吼，拢哩哩啦啦。我伫家己耳通看到一个刮风，刮哩啦吼。一直在卖迄个金木店，在甲卖讲，啊，你先啦，我摕这个水道头等于村里啊，插到边咧，还是要补水。一直甲卖讲，啊，你给我去。我记得哦，摊多迄个影片水道头，咱从蛮像诶中国人民因一个导演啊，演出电影讲高山族，讲啊演安尼啊。那根本就是咧，即个讲因家己，即个耍咧，话咱笑咱本土台湾人。啊，即吼，咱拄啊有一个足重要，就是讲，导航的时阵啦，爱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因为吼，日本天皇的有领土的，领土权的，一个所有权，啊，日本政府伊有管辖权。所以要有两个来同时来这来签，我这是麦克阿瑟呢，哦，经过这個，第一班命令的叫就该叫英格来，哦，所以英，哦，告福尔摩斯，包含叶兰马西。啊，这是越南，越南以前因
因收到命令，吼、哦，因就讲，因无要互酒家酒馆，因就先宣布，嘿、欸，独立。啊，中国因在越南的时阵呢，嘛是安尼，俄罗斯坐啊，甲人听讲，迄、欸那个历史的记载就是讲，因甲伊所有食物件拢运去中国的军区，啊，互因越南人诶，夭死200万人。哦，所以越南对中华民国吼、哦、是哦，对因有迄个血海深仇，所以无怪迄、那个即件越南甲中国的事件，拢咱台商会去人讲，为伊客流氓政府的迄个什么呀护照，我也看中国迄、那个中华民国伊是足讨厌，啊，这谈到讲过。这就是讲，中央银行，这是1945年到1948年，哦，轮流用中央银行，我、哦、这是偌济？100块。伊个你就讲哦，要伫迄个越南啊，发现这种的下钱，啊，毋过。越南迄也毋是因的领土啊，伊袂当伫因的领土啊用啊，哦，所以法国就反对啊。我这台湾银行，这是35年。啊，你也讲咧，就讲你也讲，咱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伊应该讲，才应该得爱中国银行啊，是安怎这样我就过来。因为他是代替民军来占领的，哦，咱即卖咧乘客有，比如讲有，您之前拢有迄个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讲占领袂使遗传主权咯，哦，啊，所以呢，就等于流氓政府袂当就地合法咯，哦，这恁一定爱记起，这是国际的战争法，哦，这张。因是无都客过来哦，中国银行，因卡苏话讲哦，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当初的钱就爱用这张啊。你看这是民国，这是26年。啊，金门的在金门迄个时阵，因为金门马祖吼，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嘛吼，啊，所以伊要用的时阵呢。伊阵咧用的时候，伊爱写呢，哦，现马祖现用，迄口音就是安尼。啊，佮即摆已经无这种钱啊。啊，咱来佮来回复一下讲，美军是安怎来，流氓政府是安怎来占领咱台湾的？就是伊是即个中山堂哦，伊嘛是就蒋介石第二命令以来。啊，盟军呢又挂四支国旗，哦，这是苏联，啊，这是美国，啊，这是英国，啊，这个旗啊，就是今麦流氓政府的国旗。根本呢，我之前有解释过啊，这是伊的海军旗。哦，这个海军旗是代理的美国来占领。按个迄阵的时阵呢，中华民国阁还袂流氓的啊。哦，啊，伊伫外口诶，甲咱骗咱台湾人讲哦，这是共和，哦，啊，这是中国政府，拢唔对哦。正确个是安怎？哦，这顶面有一个美国国旗哦，因为是美国来代替美国来占领，所以也插美国诶国旗。哦，这嘛是一支美国国旗，应该写受降典礼。哦啊，是太平洋战区，唔是中国战区，哦，一直做白差嘞。哦，安尼就通改变咱台湾的历史。啊，伫大日本呢，伫大日本还袂战败进前的，伊的领土有偌宽啊？哦，是包含，哦，包含这北方四岛，啊，日本即马的四个岛，啊，搁台湾。
哦，阿哥兰州这蛮算大日本的，哦，阿哥咧朝鲜，阿哥下骹的南台马西，还有南极啊，哦，咧做咱大日本帝国的领土是足大的。我啊，咱若恢复倒来吼，那恢复到迄个大日本的时阵咧，哦，即马即个南海哦，就是咱台湾管的，哦，阿介遐南海有足侪石油。啊，即个北方四岛吼，即马苏俄伊的建立了，伊的把所有日本人拢载过来因的本岛，哦，变成无人岛。哦，按个伊用安尼用一部嘛是无法度的，为领土的未使。哦，伊要人讲，按着变成无人岛，哦嘛是无效的。那恢复咱台湾那恢复哦，大日本的身份了，咱得有法度家己脱得倒来啊。哦，这是当作第一班命令吼。不是兵丁，就是因刚改咱的国籍过的。哦，把咱台湾人当作中国人看待。啊，咱看咱阵二八的时阵呢，哦，啊，咱刚拍死咱台湾人，再讲鸦片。二八的状况就是安尼，这是上海的啦。啊，咱即马都可袂比较偏看。啊，这可能就是台湾的啊。所以二八哦，互咱本土人大家一样拢经惊到，还阁免惊。哦，咱即马台湾民政府是美国所承认的。咱的物资拢，那个40000换1元，我这阿甲咱拢买也偷得到啊。阿甲有台湾民政府有身份证吼，台湾身份证的人，咱哦新台票的40000换1元也偷得到啊，1元的正台票。阿哥你也有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身份证。这问恁长辈人拢。都应该知影这件代志。哇，这是咱去告法院吼，去告美国的下告顶法院哦。啊，是咱秘书长林志兴吼，去迄个告的。啊，伊内底这个法官。啊！问这个代表的美国政府，伊就问讲：哦，旧金山核分条约到底是搁啊有效无啊？哦，伊就问，啊，尾啊就讲，伊要想伊搁要辩解时阵，这个法官就啊讲哦，旧金山核分条约永远拢是有效的。那永远拢是有效的哦，咱台湾民政府的，就是一定会执行的。因为古早和平条约是经过46国会的通过，这是无可能会改啊。啊，伫遮个，那咱看咱之前的历史，就是讲哦，伫1945年，哦，然后1945年到1949年，这就是1928，啊，这是1952年。哦，签古巨山和平条约，啊，到这1979年就是成立一个迄个咩台湾关系法。到这段时阵，美国就无阁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啊。哎，这样同款，咱都讲过。
哦，伫1945签一个迄个台湾关系法哦，结果拢咱啊甲迄个美国会使互咱卖武器互即个台湾。伊即马所讲的台湾，拢是指即马哦，台湾伫咧中国，台湾伫咧讲就是即马的流氓政府。咱个虾米人咧啊？买武器，结果拢是开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百姓的这个。的钱啊，我安尼是违法国际法的。啊，这是讲买武器，最主要是买防御性，给咱台湾人。哦，提按个哦，伫迄个台湾关系法，而且是讲提供哦，为你啊说按照迄、那个按照战争法的，伊只敢会按提供俩，袂使卖。按个是啊，那变成卖哦，这拢是。啊，咱个咱来开始啊，买这個武器哦，伊安尼这个行为就违反国际法啦。我、这是迄阵，美国国务院1977年到1989年，中美外交的解密，伊决定讲1979年1月7日啦，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交。建交就是等于个无承认中华民国啊！哦，中华民国就是即刚开始对即个世界消失去个。哦，这是台湾关系，你会通去上网络吼。台湾关系，美国在台协会，你通查台湾关系法。哦，这是有非正式的外交关系法啦。这个关系法主要是咧保护中国人民的，唔是咧啊，那间接较保护咱本土台湾人。我、这是代理吼，代美托管而已。这个台湾关系就是讲哦，迄、那个中国人民呢是咧代理美国来治理咱台湾呐。啊！咧，台湾关系法咧，哦，伊是钱的法案，哦，啊，伊开始对美国的利益，就是对这开始摕到伊的利益啊，哦，开始买所有的武器啊，哦，飞军机啊，拢买足多，啊，这种摕咱本土台湾人，必须的缴税钱。哦，美国伫这个利益下，哦，啊，中华民国较难取得安尼个代理权啊。好加在咱秘书长林志先哦，发现知影咱台湾真实个地位，咱个国际地位，咱就开始也过，我较知影。啊，美国即马无多个爱，无多个安尼做啊。啊！伫迄个解密的时阵，咱慢慢看会出来，咱台湾的哦，真正是占领中国这个领土。哦，叫讲哦，美中情报局在1949文件指台湾地位未定论。啊，这個、未定论哦，咱那个详细来看。台湾的。法律地位仍然是被占领的领土哦，不是殖民地，是领土。而且占领是占领的，所以的领土哦，当然嘛是基本天皇的领土。哦，以安尼来暗藏事实哦，啊，甲咱欺骗这么久，因为美国嘛知影哦，因为伊做国际的警察，伊绝对知影这个国际法的哦，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哦。是你占领的这個土地，袂使变成是你的啊，安尼是违反国际法的。我阿甲骗，即马算起应该是70年啊。按个咱跟知影，我家这是一个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哦，就是伊甲咱签，伊甲迄个日本。签迄个
就是像和平条约，就是迄个，就是这个。哦，六十九年来美国的政策哦，哦，伊拢是哦，将错再错啊，一错再错，伊拢用迄个模糊的政策啊，互恁互咱台湾往到雾沙沙，唔知咱台湾的实际的地位是迄个啥物嘢，啊，对内底吼来取得因的利益安尼。按哥，咱今了解咱即马诶身份，因可能无多个安尼啊。哦，日本投降的时阵呢，伫1945年4月7日，就是说，哦，大日本的宪法嘛，啊，实施宪法了后，咱的平和甲台湾就变成日本，哦，日本天皇不可，哦，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哦，这种恁爱记起来，唔是殖民地啊。殖民地跟领土是差足多的，那殖民地就是讲，哦，咱从克里米亚咧，你就从克里米亚，因去区域的人，讲要公道独立，97%，公道独立，结果嘛是袂使，因为领土完整，哦，甲领土不可分割的意思是同款的。哦，美国的政策就是讲模糊政策，哦，往到雾沙沙。哦，你知影？唔知影台湾即个实际的国际地位是啥物？这是罗斯福总统。哦，伊阵是认知啊，是知影讲哦，台湾应该爱行哦，中国美国。啊，这杜勒斯是讲台湾的唔是自由的国家，啊，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哦，这拢唔对的看法咯。这就是开罗宣言嘛吼，开罗宣言是讲战后的代志，啊，该要做的代志，啊，那战后不要战后拢会签一个和平条约嘛，那和平条约以前也无做哦，这个什么呀？开罗宣言这道无效呀。因为当初美国想要那无来占领咱台湾，因为那占领台湾的，伊想讲，哦，迄阵会爱付出足大的代价，啊，所以讲，哦，爱提前足大的成本的对吧？啊，所以放弃个成为可惜，所以伊就请这个蒋介石。我感觉这个人的口碑无讲介好哦，啊，伫迄个世界。在世界的杀人上多人的其中之一嘛，第一那是毛泽东啊，嘛毛泽东啊、蒋介石啊，还有个斯大林哦，这三个都是杀人魔王，这是其中之一。我有模糊的领土政策，我这个美国模糊的领土政策，所以日本政府啊。日本政府伊个念头只有从金门甲马祖尔，吼，啊，这是台湾甲澎湖是美国个，吼，伊占领中个念头之一。啊，这是对这时间安尼摆落来，吼，古1949年古林头战役。啊！1950年5月20日，韩战，伫即个爆发第七舰队就入来台湾海峡，哦啊，就是即个韩战啊，救到即个日本政府哦，啊无，当初诶，美国特别叫日本即个中华民国人民政府诶，叫伊迄个什么啊，菲律宾遐流亡，结果拄啊韩战爆发，拄啊救到伊，讲啊无安尼好，啊无你来先来暂时伫台湾，啊来。这回来访公安呢，我阿尾啊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我阿过中华民国飞华霸占，我汉战结束，哦，那个823炮战，
第八二三炮战，你还看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安那弹炸弹，伊拢唔敢弹到台湾，因为台湾是美国占领中啊，所以伊会安弹提诶，反正甲金门马祖了啊，因为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诶领土嘛。哦，你这是美国温哥华的迄个炸弹降大量，八二三炮战用的。我、哦、咱爱枪毙讲的，爱清楚的，爱甲讲清楚，讲咱台湾的是日本的领土哦。主要就是为伫1945年四月七日本天皇颁做诏书了后的。变成日本天皇领土的，哦，占领就袂使移转主权，哦，啊，日本政府袂使就地合法，哦，这点一定爱记起来，这是国际战争法。为迄个台任何领土的移转吼，拢一定要有国际条约来啊签迄个。条约对啊，啊，除了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有甲咱台湾、甲咱澎湖、甲福尔摩沙的，哦，大清帝国，哦，永久管了，给迄个日本天皇，之后以后的就无这条讲哦，搁台湾有迄、那个，哦，台湾的领土，给迄个什么人啊？所以，因为伊即马加索西海，哦，波茨坦、雅尔达，哦，日本投降。哦，第二应该《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写，伊所强调是日本政府甲美国政府哦，内底拢无包，拢无写到日本天皇哦，哦，所以，遮所有条约拢无讲到台湾的领土主权是要搞啥，啊，拢无写，拢无讲到，咱得要看进前的伊专人这个条约，就是《下关条约》，哦，《下关条约》已经写足清楚，就是。朋友到福尔摩沙，因有关了好日本天皇哦啊，就是安尼。啊，搁伫四月七，伫1945年四月七日呢，哦，日本天皇自咱台湾实施兵地宪法呢，哦，因我变成哦领土，啊，变成领土的，迄个中华民国，加这个你中华民国人民政府，啊是迄个中华民国，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就无法度甲咱台湾接去啊。哦，咱就拢唔免惊啦。啊，伫即马诶现象，你嘛看会出来啊。哦，迄个因流氓政府已经拢豆豆啊，拢紧要走啊。哦，啊，因要对就是金门马祖加平潭岛。哦，啊，时间嘛到，我今仔就讲到这。哦，谢谢。啊，各位同心等一下哈，我这里要宣布待会分组讨论的地方哈，都在前面那一栋大楼哈。高雄州在五楼教室的前面，就靠近黑板那边。高雄州在五楼教室前面，新竹州在五楼教室的后面，新竹州在五楼教室的后面，台中州、台南州在五楼教室的中间。好，台中州、台南州在五楼教室中间，宜兰州在会议室，就是办公室对面那一间会议室的后面。哈，宜兰州在会议室的后面，台北州在咖啡厅。台北州在咖啡厅，好，现在就可以往那边移动哈。啊，如果有不知道的、不清楚的，再问我，谢谢。